要送你一个礼物。你有看过旺仔果哥吗？没有，有啊，那个旺仔，那个旺旺有没有？旺旺有没有？你讲旺旺，旺旺，哎，好，很厉害，好，这个旺仔哥哥握个手好了。耶，很棒，旺仔哥哥今天哦要拿一个礼物给你，来，好，在这里。是什么礼物？就给我赢过。哇，这是什么车？这是什么车？知道，而且是上面有谁的名字？有谁的名字 ？Kiri， 耶！这个是你的专车了。嗯嗯嗯。哇！啊，你们谢谢，啊、谢谢，谢谢旺仔哥哥跟叔叔。叔叔，谢谢旺仔哥哥叔叔。哦，那旺仔哥哥要不要说谢谢？不客气。啊，不客气。还有讲不客气。那你拿的 F1 跟镜头摆个 pose。对，然后要跟旺仔一起拍吗？还是？来，往前面 ，Kimi 看前面，镜头看前面，看前面。来，等一下。你会唱小星星吗？会不会？你要唱英文版的是吗？你很会唱哎，我有听过你唱，要不要再唱一次？唱情歌，听过啊，听过。三。你有没有跑掉？今天有没有跑掉？没有。没有。掌声鼓励。那你没有的。那你唱个旺仔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吧。敬礼，怎么敬礼？好，首先谢谢大家。耶！给我们热情的掌声鼓励。再次谢谢我们的小智，谢谢我们的 Kimi， 谢谢，再次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你要说什么？不客气，阿爸人家不客气。好，再次谢谢你们，再次谢谢小智。我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。